十一日，贾斯汀·比伯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视频，自曝患有亨特氏综合征，这是一种常见的周围性面瘫。视频中，比伯右脸出现面瘫症状，右边不能眨眼，不能笑。目前，他也遵循医嘱休息，推迟了世界巡演，努力让自己好起来。